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印度佛教思想史讲义里面的第九章第十六页。啊，那么在我们的第三这个部分，啊，因为前面讲了，啊，那个所谓的重信仰的大圣，啊，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慧弱而性强的根性的人。第二个呢，因为大圣佛法它广说十方佛跟庄严的这个佛土，啊，所以呢也是透过信仰的方式啊，信仰的方式呢而得以扩大的哈，啊。那第三呢，就是因为在大圣的念佛法门里头哈，啊，非常的众多而广大啊，会有念佛的种种的这些目的啊，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内容就可以看到，一方面希望往生佛国啊，或者不退菩提，或者得陀罗尼啊，或者能够忏悔业障嘛。好，所以呢，以往生佛国来看待呢，好，就可以说是，既然可以见佛闻法哈，而不断的来进修嘛，啊，纵然这个世界可能啊，这个时节啊，在这个时节因缘来讲的话，啊，我们没有生在与释迦牟尼佛同时代，啊，虽然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但是我们说，可以更广义的来看待，只要有法的留存，是不是也等于如同佛陀的存在一样啊？啊，但是呢，好，那么我们也讲说啊，其他世界啊，其他的这个十方佛土当中也有什么，也有佛还正在说法的地方哈，啊。那么我们如果为了听经闻法而到那个世界，那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正面的，而不是怕自己退堕而去的。啊，不是为了在这边怕留级，所以我出国去读书就不会留级，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如果说啊，我为了去学更多更好的东西，所以我出国留学，那这样子是正面的，对不对？好，所以呢，比方我们说，往生佛国就可以继续的见佛闻法嘛，可以不断的去进修，那这样子是比较正面的哈。那为什么要不断的进修呢？就希望能够怎样不退菩提。好，所以呢，念佛的哈，能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不会退堕而生。好，那以净土法门来说，这个部分呢会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好，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不退堕不退转，我们会觉得好像就不会退堕到这个二圣了。其实我们说所谓的退转，是不是在我们凡夫地来讲就已经先讲什么一个信仰上的不退堕不退转，对不对？然后才讲到超凡入圣的不退转，位上的不退转呢。那其实要到不退转到二圣来说的话，是不是行上的不退转呢？那是一个很高的果位耶。所以并不是说到了那里就马上可以不退这个不退小圣的这种不退转。那当然往往其实我们因为在说的这个次第上没有说的那么清楚明白。那我们前面也其实也讲过，如果以这个净土法门以念佛为主的话，往往呢都是比较属于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它的论点少，经典多。论点少的话呢，在这个修行的次第上面就讲的少。那像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引唯识来讲，是因为唯识它论点很多，他在这个次第在那个种种的现象上他讲的非常的详实啊。那个就会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依据，对不对？那乃至于可以跟把唯识跟中观再去做一些对应。那再回头来看真常唯心系可能会更清楚。所以这里的不退菩提，他这个是不是其实已经是果位很高的状态啊。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这里是凡夫地呢，到那里是不是还是凡夫地啊？只能去什么凡圣同居土啊，辟了一个方便的国土，让我们还是可以寄读啦啊，还可以嫁他啊，寄读一下啊。那因为他当然是还是欢迎所有的啊，这个只要有这样的愿心的人，其实他都可以接受啊。所以呢到那里倒是这种不退转来讲的话倒是不是马上就能够不退二圣哦。好，还有呢就是得陀罗尼念佛能够生生世世的不忘失佛法
啊，所谓的德陀罗尼就是不忘失佛法的意思，啊，能够总持，啊，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因为在那里不断的熏修，啊，这个所听到的声音、所看到的景象，都是不断的能够啊这个敦促我们念佛、念法、念僧的心嘛。哦，那当然其实我们在娑婆世界只要有佛法的地方，是不是也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呢，念佛念法念僧的心。哦，我们是不是名为佛弟子，哦，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要经过皈依的仪式，有没有？哦，皈依的仪式是不是就是皈依三宝？所谓皈依三宝，是三宝弟子是不是就是应该要，哦，不念，哦，不忘什么念佛念法念僧的心呢？哦，还有呢就是忏悔业障，哦，念佛的话，哦，那么这个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哈。那所谓的忏呢，啊，这就讲到容忍嘛哈，请求对方啊或者僧众啊，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比较正式的忏悔哈，那么可能也要这个在师父的面前啊，那么来发露忏悔啊，求对方或者僧啊僧众呢能够容啊能够容恕自己的过失，叫做忏。那所谓的悔呢，是说的意思啊，毫不隐瞒的在大众中来陈说，发露自己的什么过失啊。所以所谓的忏悔业障，其实要经过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说啊，要透过忏悔啊，那么在僧团里面就有所谓的结魔啊，半月这个啊，诵这个啊，要透过这个诵戒忏悔的。啊，诵戒忏悔，那么就等于说半月当中啊，时间不会太长，也不是太短，这当中有什么不如法的部分，其实是应该要把它怎样发露忏悔。所以说是要发露，就很像那个瓶子一样，如果里面装了一些脏的东西啊，放了半个月以上，它是不是就开始在那边长霉菌啊，长什么啊脏的东西，那么它就越来越严重，那么就要把它怎样倒掉嘛，洗一洗倒掉，洗洗倒掉。我们的内心也是如此的，啊，所以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啊忏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以佛法时期的这个忏悔法的话呢，啊，是忏悔当前所犯的过失，啊，尤其透过僧团的这个结魔啊。那以大乘佛法的这个忏悔的方法呢，它就会变成是在十方一切佛前啊，不仅忏悔现身的，还可以忏悔无始劫以来的嘞，啊，那么甚至过去生当中的恶业，啊，所以在这个经中当中没有念佛可消除多少多少劫的恶业的这些语言呢，文字的记载，啊，尤其我们说，哎，礼佛拜忏有没有？拜忏，啊，这个诵经拜忏，啊，这个也是我们北传，啊，非常这个。应该说非常通行的啊，透过拜忏。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忏悔啊，那我们有比方有水忏啊，啊，有这个梁皇宝忏之类的啊，那就不止在忏悔我们的现在事，还连过去事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无非呢也希望能够怎样忏悔业障啊。所以大乘念佛法门来讲的话，都是以念佛为主的易行道，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啊，比较能够去做得到的啊，属于易行道，那么也是比较广大的啊。那么就像舍利弗的悔过经里面哈，啊，十方佛前呢，透过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嘛，啊，华严经里面的普贤恨愿品哈，啊，有普贤的十大恨愿。啊，包括礼敬诸佛、广修供养、称赞如来、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住持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对吧？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啊，耳熟能详啊。那《大智度论》里面哈，啊，也讲到哈，啊，是福德是不可得与一切众生，而福德啊，而福德的果报可与啊。哦，若福德可与人者，诸佛从初发心所及的功德呢，尽可与人。啊，这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福德，其实要到这个正果以后才能够福印，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办法的。
修行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办法给人，就像比方我们在学习啊，比方在世间法里头，我们比方读到大学里头会有各个科系嘛，对不对？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到底学的多少，我们能够运用多少，那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啊。等到学到毕业之后踏入社会啊，我所学的这个科系已经变成我的职业，已经变成我的职业，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才可能去服役呢？去服役什么？家里的人，比方我就用这个来养家活口啊，是不是这样懂吗？是已经要到成熟了啊，到这个成熟之后是不是才有机会去福音我周边的人？过程中呢没有办法，过程我到底能够学到什么程度，那是不是我自己去下功夫的问题啊？啊，过程的时候可能还苦哈哈的，是不是啊比方到出国留学拿到博士，之前的这一段是不是非常的辛苦啊？啊，相当的辛苦。但是等到拿到学位了，哦，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了，是一个教职，是个教授啦，或是什么，政府里面的重要的议员哈。当然，因为他所获得学位高，他的工作是不是可能待遇会比较优渥？那他是不是就有能力去服应他周边的人？所以呢，这里就讲到嘛，是福德不可得与众生。而福德的果报可与啊，那这里就是在讲福德这个过程，在因跟缘在汇合的时候，其实谁都看不见的，对不对？但是果报一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就看到了？就看到了，这样懂吗？啊，那看到了，哎，有果报的时候，是不是就有机会福音啊？所以我们常常，比方以我们出家众的时候啊，那受到居士们的这个供养，或者说我们常常觉得说啊，是在受到佛陀的福荫啊，是不是？佛陀啊，纵然在2500年前啊化现在我们世间，但是却一直福荫到我们现在，哎，对不对？受到三宝的福荫啊，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修行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啊。但是我们是受到什么三宝的福荫嘛，所以福德的果报是可以给予的，但是过程当中是没有办法的。过程这个部分是不是就要靠每个人自己的努力，到什么样子的果位到什么样的果位，他就有机会再去怎样回头福荫下面的人好，那以菩提资粮论或者这个宝行王正论来说的话那么像这些都是属于龙树菩萨的著作那龙树菩萨呢，就是以佛前忏悔等行法为初发心菩萨及日常的修持法了这个为了这个引导众生，那么在现象上比较看得到的比方诵经拜忏来讲的话，龙树菩萨其实也不反对但是呢这个会觉得说是比较初发心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久学之后，是不是还要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呢？而不是只有 自求忏悔啦，只是消自己的业障，对不对？那以菩萨是不是要广为再去利益更多的众生呢？所以像大智度论菩提资粮论啊，宝行王正论，这些都属于龙树菩萨的著作来讲的话，他就会比较客观的来看待这些事情那当然我们说其实应顺导师的著作受到龙树菩萨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大其实导师等于是把龙树学因为龙树菩萨是初期大圣的大师直接呢等于是把龙树学呢直接来教导我们呢让我们比较有机会能够直接的去吸收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也有所谓的异行道异行道的这个部分，就是要如何的去礼敬诸佛啦，广修供养啦，这往往可能在起心动念当中我有这样子的想法念头啦，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真的要去做到的话是不是非常困难呢？但是呢
因为大乘佛法它为了普及的时候，可能在过程当中呢都比较是鼓励性的，哦，只要我们起心动念的充满了这样子的恨怨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功德了。好，那其实是不是应该还要到实践的阶段呢？当然要去实践这些的，啊，就不容易了，啊，就比较不容易。啊，那也因为透过实践的阶段，是不是才能够有功德果报啊？也才能够怎样去福音？哦，所以呢，大乘佛法的这种念佛法门哈，当然会有种种的目的哈，但不外乎其实就是这些目的。但是我们说要达到这些目的哈，不只是起心动念而已，啊，不只是起心动念，而是要身体力行的，啊，是要身体力行。一旦身体力行呢，其实也就变成是什么，变成难行道了。哦，比较在难行道上，哦，但是呢，因为大乘佛法，哦，在这个鼓励上面呢，都会觉得，哎，这是易行道，就是只要起心动念都可以，哦，都是可以的，哦，好，那所以呢，这个除了重信仰的大乘以外，哦，第二个呢，就是通俗化的大乘，通俗化的大乘，哦，因为在西元前后，也就是在西元一世纪，大乘佛法就开始流行了嘛，哦，因为从西元前50年，啊，就已经开始流行，所以这个时候恰好呢，佛教界也出现了新的状况啊，因为有所谓的造像跟写经，啊，那在造像方面啊，以佛法时期来说的话，是本来是不允许造像的嘞，啊，就像十诵律，啊，十诵律也是部派的啊，这个十诵律律典。他也讲哈，如佛身相呢不应作，啊，愿佛听我做菩萨事相啊，啊，就说其实，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大乘佛教兴起之前其实是没有佛像的，有图像，但是没有佛像，啊，尤其在桑齐啊欧育王时期所造的那个大塔，东西南北四个门，啊，上面充满了图像，就是找不到佛像，因为它属于部派时期的。啊，哦，是不造佛像的哦，是不造佛像，啊，哦，所以呢，在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的时候，哈，哦，当初的佛教界都是以佛的遗体，也就是所谓的舍利，来造塔供养，啊，哦，之外呢，他只会去雕刻一些菩提树啦，或者法轮啦，啊，哦，或者佛足迹，来象征佛陀的，啊，哦，世尊的成道说法游行。啊，只能看到一些象征的这些啊，菩提树下金刚座上，佛陀是不是也没坐在那里啊？没有佛像，啊，可以看到有足迹，有佛足，对不对？从倒立天下来，是不是一只脚在上面，一只脚在下面呢？啊，啊，我们在讲印度佛教美术史的时候啊，啊，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前，其实找不到佛像，啊，是找不到佛像。好，啊，那在这段时期来说的话呢？念佛也只是念意念佛的功德，啊，甚至叫做法身，也就是说，意念佛陀的所说的什么因缘，啊，据身观因缘，其实如同见到佛陀一样嘛，啊，并不是，所以那个是佛陀的法身，啊，因为佛呢是不能从色身相好当中见到的，啊，并不鼓励如此。对不对？啊，但是到西元前后啊，西元前后，也就是初期大乘兴起的时候，啊，像犍陀罗啦、摩突罗的这些佛像，还有这些画像啦、雕像，渐渐流行起来。啊，那为什么会这样流行起来呢？这里有几个原因哈，啊，可能由于怎样呢？啊，因为大众部，啊，大众部呢，他就会讲到说佛身无漏，相好庄严。那么来影响了大乘经典，还有属于西北印啊，西北印这时候这个西北印是一个缺口嘛哈，那常常受到异族啊，有三恶王的侵入啊之类的哈，像希腊、波斯啦、塞迦人，乃至于这个肉之人后来就建立了贵霜王朝啊，啊的侵入，所以受到外来的文化影响啊比较大，所以他会适应信众而开始造佛像跟菩萨像。所以我们说最早期的佛像菩萨像是不是都是长的那个希腊人样子啊，最早期的，哎，
所以佛像的兴起呢，终于取代了舍利塔，也表示佛陀的具体形象。其实一直到西元前后才出现。那佛陀的成道在西元前476年呢，对不对？一直到西元前后，你看我们想看有多少，400多年哦，将近500年的时间，其实是没有佛像的，是没有佛像。也就是说早期其实是不赞成造佛像，但是时间一旦久了，前面也讲嘛，大乘佛教为什么兴起呢？往往是因为佛陀的涅槃之后，佛弟子对佛陀的永恒怀念，有没有？除了以前说啊有舍利塔啦，有一些象征的东西，其实这个好像还不能满足，那干脆因为这个距离这个部派佛教也有一段时间跟距离了嘛，大乘佛教一旦兴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到大乘佛教来说的话，因为它的影响深而且广的时候，其实它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所以这个时候呢，佛像也才怎样，才起来的，才有的，才有的。所以以佛像的塑造来讲的话，那当然是使信者来礼拜，得种种的功德。那其实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激发念佛三昧的修行，不是只有停顿在念佛，也不是只有在观相而已。其实是应该要深入念佛的什么三昧修行。当然念佛三昧修行这个就比较广一些，就是说我们透过念佛当中，如果我们去体会佛菩萨的那种智慧与慈悲，对吧？那也是念佛三昧的修行啊。而不是一定要这个只是佛号或者只是那个像而已，其实反而应该是化为是我们的什么人生观呢？对法的那个体会，对三宝的体会吧。所以像《波州三昧经》里面也讲，做佛形象呢，用成是波州三昧故啊。为什么要做这个做佛的形象？因为在《波州三昧经》里头，那是不是透过这个日夜的这个念佛当中，佛会现身呢？会现前。那所以这一旦佛身的现前，到底是佛来了，还是从我的心里头出现的？当时也是引起很大的一个讨论，所以后来呢，干脆就是做个佛的形象。那也等于说，不是只有去念这个去做这种波州三昧的状态才见得到佛，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见佛啊？所以呢，以念佛三昧来讲的话，修念佛三昧，这里也讲到说，一坐禅三昧经啊，或者思维略法要经，观佛三昧经等说来讲的话，当然都是先取相来念佛，所以我们说取相念佛是比较初步的，之后是不是要修要能够，正修念佛三昧，启发我们的智慧与慈悲，是不是这更重要，而不是停在这个相上的而已，所以呢修行者要理解到，这个但是呢这个我们说往往，因为像波州三昧经，透过念佛三昧来说的话，那么修行者呢往往会去理解到，佛是自心所作，那么三界也是自心所作，这个就是说所谓的念佛三昧，反而会比较，如果因为从取向念佛之后呢，那么到念佛三昧的时候，反而会比较局限在那个到底是自心作佛，还是这个三界也是自心所造的。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什么宿世的那个第七意识的那个自心妄执有关系，也会有关系。所以自心是佛或是唯心所现，那么这个也会在后期大乘跟秘密大乘当中怎样发扬起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呢，是算周遍的了。当然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念佛三昧，我们会比较，如果是透过法义的话，它反而比较不局限在这个部分，对不对？
哦，反而是会比较是在启发我们的智慧与慈悲的部分哈。但是这里讲的念佛三昧哈，其实因为跟照相有关系的时候，它反而会比较现在这个到底是自心作佛哈，自心是佛还是唯心所现？那这个话是不是就会跟那个所谓的那个真常唯心系会去做结合呀？所以也就会提供了后起大乘的秘密大乘，尤其到秘密大乘，自身即是佛。啊，因为我们会有慢心，啊，会透过佛慢，啊，透过慢心而会觉得，哎，我自己也可以的，可以做佛，我自己都可以现出佛，那可能我就是佛，是不是也会结合到一起去？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如果太过于这个取向的话，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哈。当然，这个会是比较在内心的了哈。当然，照相会是在世间大家看得到的那个形象。好，那另外呢，除了照相之外，还有写经，啊，透过写经的方式，啊，因为结集的经典呢，一直口口相传的，相传的这个传授当中啊，好，那但是呢，在前面几百年当中，其实都没有去写下来哦，没有去做记录哦，啊，以锡兰啊这个赤铜业部来说的话，那么相传呢是在西元前大概42年到29年间呢。好，那比丘们在中部的这个摩多利的阿卢金舍里头送出三藏及注释，写在贝叶经上面，以免圣典的散失跟遗忘。所以呢，经典的书写说实在是非常的晚。啊，当然有一个说法是在奥育王时期，但这个说法呢更晚，对不对？也差了好几百年哦。好，所以以经典的书写啦，哈，经典的庄严供养，哈，或者写经来布施给人，哈，因为不断的要去这个赞叹写经的功德，哈，给予高度的赞叹，啊，再加上那个时候因为没什么印刷术，经典的流布是不是都要靠大家抄写经典，它才能够广为流布啊，啊，因为这个信仰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是不是也透过文字来传送啊？啊，来传送，所以对于写经的功德呢，就给予高度的这个赞叹哈，啊。所以自书写经典流行哈，啊，到经书的近世如佛，啊，到则为有塔，啊，以法为中心的大圣行者，那几乎就是以经书来代替了什么舍利塔。啊，前面我们最早期是不是佛陀涅槃之后是以佛陀的舍利，啊，那用佛陀的舍利来造塔，代表了佛陀，代表了佛像嘛，啊，那到初期大圣的时候，佛像的出现是不是那个佛像也取代了舍利塔？啊，再接下来呢，就是连经典都可以取代舍利塔，啊，因为它是法宝嘛，啊，这个佛像是佛宝啊。那写经的话呢，就变成法宝啊。尤其到大圣啊，到大圣佛法来说的话，是以法为中心啊，以法为中心啊。所以在那个《金刚经》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所以呢，就是以经典来代替什么舍利塔啊。所以呢，以佛弟子啊，善男子、善女人们啊，读诵、受持、解说、书写大圣经。来讲的话呢，就称为法师，啊，好，那法贝逆呢，就是说以音声来做佛事的话，那么这些来讲的话，都是甚深经典的什么通俗化，啊，就是它的那个容受度越来越大了，啊，只要能够写啊，能够书写经典，也把它称为法师。那这样是不是就太多的法师了？只要能写哈。啊，那因为这个主要还是因为要怎样要去鼓励了，啊，那在方面像做音声佛事的人也称为法师，啊之类的，那这个是不是就通俗化了？没有很严格的去做啊，因为大乘法它本来就会有那种扩大啊，那个量比较大啊，那所以呢就难免会通俗化，啊，会通俗化。好，所以可以看到这里哈，也可以看得到看得出来嘛。好，所以照相跟写经哈，也会促使大乘佛法的什么通俗化。再方面还有天化的大乘，天化了。好，
好，那佛法时期所说的天哈，无论是高级的或低级的这个鬼天啊、畜生天啊，即使他是身相庄严、寿命很长的、神力很大的、享受很好，但是都还属于生死轮回中的苦恼众生呢，对吧？因为鬼神界是不是还在六道轮回之中啊？啊，跟人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人是不是也是六道轮回中的苦恼众生呢？啊，但是人有三件事情是胜过诸天的，啊，就是有意念、有犯恨跟什么情勇的，啊的这样子殊胜之处是超过诸天，所以呢，佛世尊皆出人间而非由天而得也，啊，就是说，纵然对于这个不管是高的或低的鬼神来说的话，啊，在佛法时期呢，还是以人为主哦。啊，因为人还是胜过诸天，是因为有情勇意念犯恨的这种特质，所以呢，在佛法时期是不归依天神的，啊，是佛法的根本立场，啊，所以我们说佛法时期是不是啊都具有佛法的那个本质在啊，啊，也不去否认，当然我们也还是可以接受，还是其实是有鬼神界啊，是有啊，甚至他们有时候他们的能力还超出人啊。啊，但是呢，人啊，还是毕竟啊，以佛法时期，还是以人为主啊，啊，因为人的那个可贵在于这三个殊胜之处是胜过他们的，啊，但是到了这个大乘佛法时期，啊，大乘佛法的兴起之后呢，那么由于本身的传说，所以菩萨啊也有天菩萨，也有鬼菩萨，也有畜生的菩萨。啊，因为像这个鹿王啊，啊，猴王这些是不是畜生？哎，也一样是可以行菩萨道的嘛。啊，有高级的，有低级的，天菩萨也会在经中里面怎样出现？啊，所以像海龙王经啊，也会提及这个龙菩萨。那龙是不是也是属于比较鬼神畜生界的？哎，像弘道广显三昧经。啊，这些也都是，啊，都是提及了这个畜生龙菩萨的，啊，那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里头也会提到有所谓的鬼的这个吉那罗菩萨，啊，维摩诘经当中也讲到哈，啊，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当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那这就叫摩天菩萨，这也是菩萨哦，啊。那密集金刚力士菩萨呢也会提及金刚啊，密集力士啊，像地士间啊，地士呢也属于菩萨天菩萨啊，华严经里头也以这个毗卢遮那佛为主，依实际品来说啊，与印度的大自在天啊同住色究竟天而成佛啊，在华严经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呢毗卢遮那这个毗卢佛的两大胁侍哈，也就是文殊跟普贤菩萨，好，那么其实是世尊人间与天上的两大弟子的合化，也就是所谓的文殊师利菩萨呢，算是舍利弗的什么梵天化，普贤菩萨是大目犍连的弟师化，与色究竟天成佛呢，综合起来，啊，也表示佛法跟印度天神的一个沟通。哦，就等于是他把等于是把那个什么舍利弗的梵天化啊，跟目犍连的什么地势化啊，而形成了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跟普贤菩萨。哦，那当然这个是比较站在那个这个毗卢佛啊的两大胁侍，哎，那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大乘佛法的天菩萨胜过了人间的声闻圣众哦。啊，会觉得他们哈的这个能力哈已经超越了人间的这些声闻声中，啊，是在天上成佛。那一旦在天上成佛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迷情。啊，而人间啊胜过天上，啊，而且佛出人间的这个佛法，也就是说所有的佛法时期其实是不是应该人间胜过天上的？啊，这里标点有点这个。
诗和迷情后面要该有个逗点了、啊。好，那所谓的佛法，也就是它是人间胜过天上，是佛出人间的，对不对？哦，被颠倒过来，天佛的河流已经开始了。哦，天佛的河流，哦，就是说，哎，到大乘佛法来讲的时候，因为它广为哈、哦、这个含纳了所有的这个，哎，从畜生啊、哦、鬼神啊这些全部含纳进来，甚至认为天比人间是不是还更殊胜呢、啊？但是在佛法时期哈。哦，他非常直朴的这个佛法来讲的话，是不是会认为还是天胜过人天胜过天的啊？是在这个佛出人间的啊。但是到了大乘佛法呢，就会变成说是在天上成佛，不是在人间成佛啊。甚至呢，大乘佛法里面的天菩萨已经超过了啊，已经超过了人间的声闻声众啊。所以这个是不是颠倒的状态啊，啊，并且呢，也可以看到天佛的河流已经开始，啊，也就是他的那个天化的大圣，哈、啊，也是世俗化的缘故啊，啊，所以呢，在初级大圣来说的话呢，天菩萨说呢，都还是菩萨道的深智大恨，啊，佛果的功德庄严，啊，后来。跟后来的这个以普贤菩萨金刚手为主了，是应低级天的这种法门来讲的话，意境上还是不同。那么也就是说，在后期来讲的话，哈，就比较以哈，比方普贤菩萨就用金刚手菩萨来取代，啊，去适应了低级的这种比较低级天的这种法门呢，啊，就是说以初级大圣其实已经啊。就说这种有天菩萨说，但是他还是强调他的深智大恨。啊，但是到后期大圣来说的话呢，啊，就越来越怎样，越流俗，越来越往这个比较低级的这种啊天道的这个法门来说，啊，当然意境上是不一样。那以大圣佛法来说的话呢？啊，以初期大圣来说，当然是以深智大恨的主流，啊，但是呢，属于通俗普及，还有以信仰为先的这种方便道，也同时在发展当中啊。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说在大圣佛法当中，是不是属于深智大恨的最好啊？深智大恨，啊，因为深智大恨的初期大圣，是不是它还是源自于佛法时期？佛法时期其实充满了佛法的本质，从本质发展出来的，啊，应该是属于深智大恨的。但是呢，慢慢的，我们说，其实初期大圣，我们说其实也是发展到巅峰状态之后，其实是慢慢下来。啊，为什么会慢慢下来？因为大圣佛法它本来就是要怎样？它要通俗才能够普及嘛，才叫做大圣法啊。啊，还有呢？以信为先的信众是不是比较居多啊？以信仰为主，啊，以信仰为主的这个会有种种的方便道，也同时在发展当中，啊，所以属于高深而通俗的统一啊，啊，所以一方面也，我们说大乘佛法应该是高深的，啊，因为它属于深智大恨的，但是呢，它是不是又是通俗而普及的？所以他的这当中会统一起来，似乎是入世而又神秘化，啊，就会走上神秘化，因为在通俗普及当中以信仰为先嘛，啊，一旦以信仰如何的去信仰这些呢，那难免就跟神秘色彩是不是会结合到一起去，啊，所以终于会离，啊，佛法而显出大乘佛法的特色。所以我们说大乘佛法的特色里头，那么属于比较通俗普及的部分，是不是就要相当的要做一些拣择、啊，当然说以信为先的话呢，啊，对普遍的大众来讲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停顿在这样子的一个层次里面，啊，是不是应该还是就是说既然有信仰的这个成分在的时候，啊，那应该要更进一步呢，就是要深入佛法嘛，
对不对？才可能深智大亨啊、哦，才可能深智大亨。所以，应顺导师在这个学佛三要里头不就讲哈、哦？一旦所谓的学佛三要是包括信愿，当然信愿是非常重要的啊、哦，以信为先，这是难免的哈、哦。但是，是不是还是要发展慈悲与智慧啊？慈悲与智慧啊、哦，因为有智慧才能够深智嘛，因为慈悲是不是才能够大恨啊？啊，这样子才是比较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圆满的大乘佛法，啊，但是因为我们说大乘佛法难免还是在世间的流行当中，所以也难免会怎样，会通俗普及，啊，乃至于跟神秘色彩、跟天菩萨是不是也去做一些结合啊？啊，所以导师等于是从这样的一个源流演变当中，让我们去知道如何的去取决。去做抉择，啊，来做抉择，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虽然也都还在初期大乘，其实，啊，这样子的一个倾向都已经开始了，啊，只是到后期大乘，它会越来越明显。到秘密大乘，是不是就是神秘色彩了？啊，属于普遍流行的，啊，通俗普及的部分，是不是就更多了？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哎，到秘密大乘才如此，它这个因缘是不是从初期大乘已经隐然在形成哦？啊，在因缘汇合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出来，啊，那一直要到这个成为现象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的话，那是不是就晚了一些啊？哎，所以在初期大乘里头哈、啊，比较属于这个部分，还是要经过一些检责，对不对？还是得要经过一些检责的哈。好，所以呢，这个初期大乘哈、啊、尚且如此，那更不要讲到后期，好、啊、到秘密大乘，是不是这个部分会越来越明显？这个时候还不是非常的明显，不过隐然成形了，啊，已经在慢慢的在因缘的那种合当中，啊，所以当然我们说所谓的佛法啊，佛法时期有它的那种很直朴啊，很纯真的啊的那种。那种特质啊，啊！但是我们说，导师也把它用人的比喻说，这个是属于诞生期跟什么童年期，啊，不足以荷担如来家业，啊。那么要到初级大圣，也就是人的什么少壮年代，这个是不是才足以荷担如来家业啊？初级大圣，啊，所以初级大圣呢，这个时候。尤其初期大乘里面的深智大恨的大乘佛法是不是最好的？哎，那之后呢？其实也会慢慢的哈，这个法义这个往下之后呢，也会跟所谓的通俗普及这些结合到一起，乃至于跟什么神秘的这些色彩、神教色彩，是不是也还会再结合？还会结合，所以呢，就慢慢的又走下坡。所以导师也说，把它比喻是人的什么渐衰到老死。啊，最后印度啊，佛教在印度呢，终究还是灭亡了。啊，那当然，与其说哎外来的这个回教的入侵啊，是一个看得到的现象，但是我们说内部比较看不到的，是不是就是法义的衰败啊？通俗化，普及通俗化，啊，样样都含容进来，啊，所以我们在学习大乘佛法来讲的话，是不是也要做一些检责，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这个佛法的根源是不是毕竟还是在印度的发展呢？哦，所以印度佛教思想史其实啊，导师等于是提供我们这样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哈、啊，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去做检责。好，那在初级大圣来说的话，其实它还是属于人的这种少壮年代啊，深智大恨哈、啊。那之所以深智大恨呢，其实跟中观大圣有关系。啊，所谓的中观大圣呢，也就是性空为明系，啊，性空为明系。那性空为明系呢，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位龙树菩萨，啊，跟他的这个著作，啊，这个一旦这个只要一位大论师他的著作够多，啊，他的这个理论基础够的话呢，他这个就会成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系，啊，学派，啊，所以我们首先来看龙树菩萨，啊，《龙树菩萨传》啊。那也就是说他的年代呢大概在西元150到250年间、啊、而且属于暗达罗王朝、啊、因为当时候分成南北、啊、因为有中印法难对不对
所以呢就会形成南北啊，南呢属于这个安达罗王朝，北呢就是贵霜王朝啊。那龙树菩萨他属于南印度的婆罗门，出家之前啊，他天资聪颖，事不在告啊，学一次就会啊，不用再第二次的，所以他在吠陀等世间学艺迷不练达，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通达的啊。他为什么会出家呢？因为他曾经跟啊三个好朋友啊，这个聘请于急欲以为乐啊，那潜入王家去贿乱宫廷啊，等到事情一败露出来的时候呢，他幸免于难，他差一点就死在那次的这个啊事迹的败露，所以他乃悟欲为苦本啊，所以他厌离心生啊，所以他就到了这个佛塔的地方去出家受戒啊，出家受戒了。好，那以龙树菩萨来讲的话呢，啊，他先在说一切有部的寺院中来出家受戒，因为那个时候是不是都还是声闻法部派时代啊？因为大乘佛教这个时候才刚刚兴起哈，啊，那尤其在僧团来讲的话，都属于声闻僧团啊，所以他读诵声闻圣的三藏哈，啊，在九十日中呢就读啊诵三藏尽达其意哈，啊，更求于今呢都无得处哈，啊，所以他这种真的是这个非常哈，啊，有智慧的，所以呢他就继续到了这个北方雪山啊深处的一个佛塔，遇到老比丘哈，啊，那授以大圣经典，读而善之，所以他也等于是通达什么声闻三藏，并且他也通达大圣经典，他通大小二圣啊，并且因为他是南印的人，他又在北印出家。啊，所以他对南北印是不是也熟悉啊？啊，所以呢，当时候呢，这个初期大圣哈，啊，因为他这个时期其实也是初期大圣的时期啊。大圣佛法呢起于南方嘛，而大圣于北方，对不对？啊，所以北方教区来说的话，就是以乌张那这一带为中心啊，那一直到这个犍陀罗这一带哈，啊，所以当时候也等于说南北啊，南北印呢。其实它是怎样是对立的状态，啊，而且因为已经有大圣佛法佛教了，大圣佛教呢在南印，北印呢就是有小圣的什么声闻圣，对不对？那大圣佛教来说的话呢，它比较重原则性，对不对？啊，声闻圣是不是比较重现象啊？比较重相，啊，一旦重性的话呢，就会从空来谈，啊，一旦重相，是不是就从有来谈呐，啊，所以就会造成啊，这个北有，而且它重相，而且是属于什么小圣，啊，以南印来讲的话，它是不是比较重性啊？那就会从空来谈嘛，啊，它也属于大圣的啊，所以龙树菩萨出家之后，他其实是综合了南北空有性相跟什么大小，他为什么能够去综合？透过因缘法，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其实还是透过因缘法哈，因为整个的印度我们就讲嘛哈，它从大众部分这个什么上座部，然后会汇合在这里，分别说部是不是也汇合到这边来，大圣佛教的兴起，那说一切有部就往这个地方来嘛，啊，所以它这边属于北，说一切有它是不是从有来谈，从相来谈啊，并且它属于声闻法，所以它是什么小圣，这边呢是大圣啊，大圣的话它是不是重性，重性的话是不是就会重空，对不对？啊，所以它重，那它这边是属于什么南印，所以我们说在龙树菩萨的时代南北对立，对不对？啊，性相是不是也对立，空有对立，大小对立，那我们说这些来讲是不是都是相的问题啊？总说其实是相啊，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相，是不是各有因缘啊，自动排列组合嘛，对不对？是不是必有其因缘而形成了所谓的啊，这个南印的大圣法它重的是性空嘛，北印的声闻法这是本来不派有的啊，所以它属于小圣，属于相，因为它说一切有，是不是从相来谈？
这些都是现象。那用因缘法来综合，是不是而贯通啊？啊，就不会形成什么对立的现象。啊，所以这个就是龙树菩萨哈、啊，他的这个他的那个整个时代的背景。好、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哈、啊，阿弥陀佛。